麦克风签的 ，Stop。我们脚踏车不要牵到里面好了，因为太挤，我们把脚踏车锁在这里。继续走，继续走。继续走 ，keep going。好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都不知道吃什么哎。好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我们先走这一边，然后我再决定要吃什么。Keep going。前面没有卖吃的，好，我们回头走这边。我来先绕一圈，我再决定要吃什么。欢迎看到热狗棒 70。Oh my god！哎，对耶，走吧。All right, keep going. Michael.Oh, sorry. 你眼睛可以到哪里去？我是前面，应该不是前面。你有想要吃什么吗？这边，你要这边是买位置，在这边看风景的啊，当然比较贵。好了，那我们找河边，找河边，找河边。所以我们可以买，我们可以买，可以在这边，可是没有位置了。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吃，还是去辽宁夜市？不是宁夏夜市。随便你。随便我。这个很贵，吃起来400-500跑不掉。好啊，反正那个宁夏夜市离这边很近，那我们继续出发。OK。你要说今天是几月几号？7月9号吧。礼拜天，然后是我们父子第一次。期待大稻埕，也是张子清、小 Michael， 我跟他第一次，他骑他的，我骑我的，耶、yeah, ！我们坐下，我们记录的，我们两个，就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自己骑一台在骑盒子，耶、yeah, ！好吧，谢谢观赏，拜拜。